最废的 position， 先选想要选啥？嘿，把你的！感觉先选这只会送分。狗头人打慢跑博，哦，狗头人最好点那个斗转星移，不然追不到他。打维克斯啊，维克斯我们追求草农为主。有病要吃药，真的。有病的时候不要打咯，要吃药。你就让他去吧，狗头人，你有什么屁用？他照样越着你农兵啊，狗头人就乖乖的塔下吃兵就算了。真爽欸，红被偷啦，可悲。帮我！怎么滑不过去啊？奇怪、啊，我上次玩滑得过去的、啊。咦？半路杀出格雷夫 ，Surfshark 是2022年 VPN 推荐首选。它不但好用，价格非常便宜，线上客服非常好，现在更是唯一一间 VPN 在100个国家都有伺服器。使用 Surfshark 不会被追踪网上行径，不只可以保护个人资料以及银行卡密码、身份证等重要的资讯，而且只要一个订阅还可以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上，例如手机、PC 都可以使用哦。假如您外出在咖啡厅等公共场合使用别的设备上网，都可以透过 Surfshark 保护你的重要资料，不但适合跨区收看 Netflix， 也可以阻挡恶意的广告，很推荐可以跟朋友家人一起共用，非常建议大家买长期是最划算的，因为 Surfshark 提供30天的退费保证，等于你买的使用30天内不满意的话呢，再申请退费就可以了。现在只要输入折扣码 STANLEY，更能享有17折的优惠折扣，再多送3个月的额外使用期限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赶紧点卷资讯栏连接订购吧。Fast blood， 遇到鬼了的。哇，好牛好牛，怎么这么强？怎么这路线这么强？好牛啊，2打3啊！看我们能不能先抢六，抢六的话暴揍他一顿。好歪。那这角色续航力好差，怎么好像很卡？我被恐惧了，我被恐惧了，你说我卡？炮车又没了，被一个新奇的宝剑。这狗头应该农村很爽吧？120层，不是啊，是吧？给狗头 NC 啊！你想找架打？这角色需要找架。흔들리지마啊！悬空，太的不行啊！看起来很像在送头啊！马力集结完，来下马力。切！很会扭，是不是？啊？自以为很会扭，还不是你跑得比较快而已。自以为自己真的是慢跑博了哈，说你这个慢跑博，你真的以为你都能慢跑？傻逼！自己以为能 A 死我，好笑，真的好笑。真以为自己能 A 死我啊，维克斯！没魔啦，
干，这鸟好强啊，杀小啊！被六鸟暴打。算了算了，不打不打不打，死宝交了。不愧是狗头的想法，狗头的想法就是通常都是异于常人了。这塔在狗头的面前形同虚设，所以他的想法是异于常人。等下加逛街。直接暴打，好强啊！星星的大绝，那我拿到根本无敌啊！哎呀，会痛哦！哎呀，差一点，钱算的刚刚好。狗头要浓到几层啊？这狗头的节奏太慢了吧？哦，22分钟600层，他浓了很多啊。那这把就给他玩吧，让他当狗王吧。看，新人他也太强了啦，大小啦！哎啊啊！妖怪啊！救命啊 ！Yes！ 莫名其妙要扒了吧，再来啊，再来啊！啊！你们他妈这群人莫名其妙，为了杀我掉八楼，有意思吗？真的莫名其妙，真的莫名其妙，又是这个局面。再偷心仪的大绝，云哦，怎么再偷啦 ？CD 啦，我这个 CD 虽然很快啊，大家同一个人有个别的 CD 啊，我要一直偷不同人。安内利姆刚在不？安内利刚在不？我这个大绝啊。虽然说 CD 30秒、啊、但是要偷不同人啊，但每个人大概要 CD 100秒。不对啊，这狗头人他妈都没打会战，400。偷心仪的大绝，喜欢玩慢跑博这种垃圾角色，欠我偷大，很快，就在塔下跟你打。啊，好烂的中路！中了点，想说心仪的大绝很硬的，结果也没多硬嘛。最硬的是牛的大，我不喜欢硬啊，我们这个硬度跟持久度要兼具啊。我比较喜欢心仪的大绝，他比较持久一点。国王开枪、啊！听起来好可怕。啊！哎，守一下啦！守一下啦！哎呀，什么水平，在狗王面前，这些人好菜呀！给路先一个赞，这狗头人一直浓，就他妈一直浓，就只会一直浓。你看，浓了快1000层，伤害打10000。
对不对？我给陆先生算是相当的证据啊。我们这个暴打维可斯，后面虽然送我两个头，但是前面都是没在送的。哎呀，我今天才加了50分呢、啊，怎么这么能打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排毒了以后比较好上分呢、啊？我们把阿中排掉以后比较好上分。没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然后嘞？徐丹力莫名其妙硬要。这主播抱歉吗？徐丹力看一次笑一次。这主播大小，我和你分析啊。徐丹力怕心太炸了，就咪。然后嘞？徐丹力一点饱足感都没有。有吃跟没有吃一样。徐丹力你有什么屁用？